Hello，Hi，我现在在宿舍，哇，现在只有三哥一个人在直播哎，老 S，Hello，我妆容好淡哦，我今天早上真的是绝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是4、5点过起来化妆，这个妆保持到现在我也是可以，但是这个痘还没消下去，这个伴随了我3天的痘痘，Hi，Hello 苹果，感觉你和昨天晚上的不一样了。对啊，我化的妆淡更多了，因为今天就去给人家颁个奖嘛，又不拍照啥的，所以说我就没怎么化妆。然后我等一下要赶飞机，就是对我在中心，然后我等一下要赶飞机回家里面调整一下，我要回家一趟，不睡一会儿，我没办法睡了，我睡了等会醒不来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就是赶飞机了，翻牌看一眼，好的，因为我就是没怎么打开口袋。唉，都没怎么看手机，我最近都不想看手机。谢谢塔夫队送的1元棒，OK，我等着看。卧室会聊得很开心，我当然记得你啊，我知道今晚还发抖音吗？发，反正我有很多条库存倒是真的。反图，什么反图？翻牌不是不能发反，不是不能发图片吗？翻牌。嗨。蛮好，回家休息几天。对，我就是我爸妈让我回家休息休息一下，手机只有3%的电了，你可以充一下，借个充电宝啥的。Hello，晚上好。每天多更新，我都没有想到昨天那条又火了，就是我本来其实是想删掉的，因为那条就旗袍那条嘛，就是有点显胖。在读书吗？在的。但是这次回去的话，再安排课吧。主要是回去散散心的，我妈说他们说请假陪陪我，好喜欢看我直播呀，谢谢，还差不胖了，场馆里空调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不在就是上次运动会的那个不在上次运动会的那个化妆间了，因为我们今天人少嘛，就8个人，然后就给我们单独安排了2间小屋，就没有开空调，但是很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直接穿的就是那个服装过去的嘛，就是穿的回游鱼那一套，就是。苦火发动那套衣服，而且我当时我哪想到这么冷啊，就是挺热的嘛，今天天气还，然后我们都没带外套，就直接穿上就过去了，我现在膝盖都还疼呢，就是因为我一着凉，膝盖就会很疼，那边好冷，我都不敢睡觉，静姐在那睡觉，她睡了我说害怕她感冒，因为太冷了，那边真的是跟过冬一样，风湿，我网速好快，昨天是第一次看我直播，语速惊人，那我就是放慢一点语速。我今天早上真是绝，我真的没咋睡觉，睡了一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起来洗头，洗头完了化妆。然后他们几个都是在车上化的，我跟你讲，他们几个下去的时候，就是我是第一个做头发嘛，然后他们几个下去的时候，我看妆都没化，然后我都已经搞完了。晚上8点发，对，我这8点发的，回去做完放松点。对，Hello，不化妆很漂亮，谢谢。我昨天睡得跟 pig 一样，完全不知道有直播，没事儿的。今晚回去太晚了，就不给大家直播了，因为我比较晚的飞机，然后回去我爸接着我，可能回家都凌晨了啊。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但是凌晨哎，就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吧？凌晨睡觉虽然也不算睡一个好觉，但是至少能睡到下午了吧？明天我真的太累了，这几天的妆都好好看，其实都是化的一样的妆，都很淡的，就没有怎么画眼影。就给你们总结一下我妆容嘛，王菲妍总结过，菲菲总结了就是睫毛、眼线就没了，对，睫毛和眼线就是我妆容的灵魂，可以好好休息。好的呀，淡的好看，对他们都说我淡妆好看。给大家放点歌啊，我颈椎病又犯了，我真的小小年纪落了好多病啊。化妆会化多长时间？我化的比较久，虽然就是淡，就挺淡的嘛，但是我化的比较精细，因为我。化太粗糙的话就会显妆，因为我本来就是，我不管怎么化妆都会显得我很浓。其实我真没有怎么化，就可能这个妆在别人脸上就根本没有妆，但是我就是怎么化都很显浓，可能就他们就小叔叔是浓颜嘛，所以说我就化的很精细，就得挺慢的化的，就一点点上那个粉，就那个粉抖抖抖抖抖抖抖，只能上一点点。在家几天少看那些，就对，所以说我都没有怎么看手机这几天，除了发篇微博马上就下了，我都不怎么。发微博，然后，我都不怎么看微博，也不看抖音，
16岁的人36岁的身体，所以说就说大家要好好保养。看看你，看你了呀。淡心的群，这啥意思啊？我不知道。给你们放一首《当你》，放王心凌版的。嗨，晚上好。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还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我在中心，我爸妈刷到过我抖音，他会看。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新人来报道，欢迎，好，听，谢谢。晚上几点到成都？可能飞机会延误，所以说可能就凌晨了吧。具体几点我也不清楚，可能会延误。一般晚上飞机都会延误。会蝎子吗？你说 Kiki 那个吗？那个还没试过，因为我胯不好。哎呀，口红粘牙了。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记得看翻牌，好的呀。我爸妈他们看到那些评论了，但是对我住宿舍呀，都住宿舍呀。我等着看翻牌，我在去机场的路上看吧。建议小短腿别试，哼，瞧不起我小短腿是不是？我偏要试，我告诉你，我回家就试。这太小了，我的宿舍。回成都啥时候再回来？公演吧，我也不知道下场。下场公演的话，可能要上吧。对，QQ 群是7364032121，能不翻翻牌？今天能不翻翻牌？什么？我今天要翻牌的呀，我每天都会看翻牌的，只是有时候心情不太好，就不太想看。梦里会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要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Hello，用流量看我，那你是真爱粉了，呵呵，能看看你吗？看你了呀，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换你织布，其实我觉得5G 跟4G 没啥差别，我用的5G 跟4G 真没啥差别。谢谢冯小胖送的10个圈的奶茶，有时候5G 还更慢一些。呼吸到同一片天空，是吗？你也是成都的吗？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好听，谢谢。加班去了，你记得看一眼返图，能不能看？不能的话，我再。哦，好，OK。一般返图是发不了，就是不，就是翻牌是发不了图片的，而且我也发不了图片。我听，当然听过蓝心宇的歌。小姐姐生日哪天？05年4月20号。你也是成都的，成都妹儿。谢谢一心一意送了一个玫瑰花。小鹿在给我发消息哟，我等会要帮他拿个东西下去。我跟小鹿回个消息啊。05不是17吗？0516啊，刚满16。新人是的，这个什么韦迪我没听过哎。妈妈们保护你，谢谢谢谢物理奶源送了个圈奶茶，你先下了，OK，这个打字手速对我从小练呢。
公演在上海市，是的，你表个0517、05年，双流的朋友，我们要开始正在访问，看他们超话。天哪，你们刷的好快！以后我老婆也是四川人，长得好看，唱个蓝心语的吗？搜一下啊。蓝心语的那个《寂寞烟火》我会唱，很好听。03年的那也才18呀，十八，对啊。小鹿挺关心我的，这几天他都有在给我发消息。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太低的我唱不下去。蓝心雨是你朋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小雨等会儿唱吧。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夏天的风我也喜欢听。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旺仔小强我没有听过，我只知道那个什么桥豆麻袋。我吃了晚饭呀，刚刚回中心的时候就吃了呀，吃了食堂的晚饭。烟火，吃了个包子。绽放天空，我想起我们最快乐时的笑容。什么叫我居然会吃食堂？我当然会吃。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我不怎么点外卖，我很省钱的。我跟你讲，我不是富婆，我穷得很，工资都没啥。是你的很美味，听过，但是我忘了他唱啥歌了。啊，我真的有颈椎病。哦、oh ，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朋友快乐时，我也遵守快乐。跨年的烟火，但是说是不贵，但是你一顿攒起来就贵了呀，不可能一日三餐都点外卖吧？而且你一日三餐都点外卖，对那个，对身体不好，真的。手机可好看，我自己拼的，你知道吗？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你们今天是五一节最后一天是吧？那你们快去写作业吧。为啥做偶像？因为喜欢啊。跨越过拥抱未成真的梦。我没有口音啊，我四川口音不重吧？明天要上班了哦，最后一天了。流浪的纸船忘不掉港口，见面的花火割不断彩虹，你就是我心中永恒的天空。作业才12张试卷，这12张你很多了。有喜欢的前辈？有啊，挺多的吧，都长得很好看。而且我觉得我们赛河的前辈都是那种耐看的，你知道吗？我们作业抄3篇作文，我知道，当然不用管，都不想理这种人。红尘客栈唱不上去，我会唱，但是唱不上去。给你们唱那个，阿拉斯加海湾吧，蓝心雨的。Hello， 这首歌好好听啊，特别是它的前奏，就是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特别适合。
哒哒哒哒哒哒。Hello， 欢迎 C 美 ，Hello。上天哪、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十六。我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呐、啊？干饭去，去吧。上天哪、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今天不吃饭了，要看我直播，你可以边吃饭边看我直播。谢 C 妹送的一个音源棒 ，Hello 小妹妹 ，Hello，Hello， 这个应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Hello 大哥哥或者小姐姐。流泪啦。直播是镜面吗？没，镜面对，应该是镜面吧，我也不知道。哦，好痛啊，我的脖子。上天哪、啊，你是不是偷偷我问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啊！好的好的，小哥哥。上天哪、啊，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啦、啊？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谢谢小芳设法偷走美女送的一个应援棒。吃饭了吗？吃了，刚刚回来的时候吃了食堂的饭，吃了包子，还吃了点那个凉皮儿吧算。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谢谢小傻鱼送了一个圈的奶茶和一个玫瑰花，谢谢雾恋奶月送一个圈的奶茶和一个玫瑰花，照顾好自己啊，好的呀，你可以边吃饭边看我直播。感想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可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我会祝福他。上天你别管我，先让他幸福吧。还在补作业，加油，最后一天了。天哪，谢谢小鲨鱼送一个巧克力。啊，我不能低着头，低着头我就疼。谢谢小龟不是小慧送了一个巧克力。不仅要补作业，待会儿还要练舞，加油！我终于可以休息了，我真的，你知道今天做发型的时候，我这样我就睡，真是睡着了，就是感觉是深度睡眠，你知道吗？手机放高点，放不高没啥，只要我现在充电，放高的话这个会倒，这个好不容易才摆好，等会会倒。小月不要驼背，没有，因为我手机比较低，那我只能坐远一点。哦，好痛啊！我只能这样。嘟嘟喂。给你们放一首《等不到你》吧。你昨天把我名字打错了啊？真的吗 ？Sorry， 小妹妹哪个团的 ？TMAX 的 ，SH48 的 TMAX， 上吧。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只是你却并不在意。直播跳舞，我这没办法，太小了，活动不开。也不敢让你看清。怕你知道我会的无力，你不懂我多珍惜，生命有太多太多不确定，你是否心里也会不安静，因为你我也泛起了涟漪，你能相信。你五年前是插粉，五年前，今年才是六周年，天哪，老粉。
那你现在是哪个队的？需要你给的关系，也不会忘会和你在一起，就这样静静陪着你，不去讲更多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哦，亲爱的。好听，谢谢，老句句了，好好听哦，谢谢。我昨天那个妆挺淡，就是我昨天化这个妆，我看我补了一下我的公眼，还挺淡的。单完粉丝没加那种，没事儿，我这可以收留你。谢谢捂脸奶月送的一个玫瑰花给你，巧克力。结局就像是那场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就这样远远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给的关心，也不奢望会和你在一起。谢谢小小鱼送一个巧克力，妈呀，我唱着歌快睡着了，好听，谢谢。谢谢甜墨星星送的一个姻缘棒，谢冰雪奇缘雪宝送一个玫瑰花，哦，亲爱的。多多下播，可能7:10我就要下播了。是我最美的风景，我知道在你的心里，我只是渺小的快要隐形。那家快餐店的座椅，如今已换了新情侣，我还是一直在等你，是否可惜？你知道，等到你看着你看着你，我的亲密的距离不需要你关心，不敢奢望在一起，对着你看着你。现在差是遗忘的国度。Oh baby baby， 看着你看着你，我的亲密的距离不要你的关心，不敢奢望在一起，陪着你陪着你，不要华丽的言语，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哦哦哦，再唱一首我的拿手曲目，有点甜，还没看过可以看一下，虽然他们很多人说看了会睡着，但是我觉得还好，主要是看人嘛，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好甜哦，这首歌跟我一样甜。哒哒哒哒哒，嗨，晚上好。可苹果，当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外地粉只有看直播，我好多粉丝都是屏幕党，你问他们都是来看不了，除了什么暑假寒假才能来。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谢谢小傻鱼送了一个玫瑰花，谢谢物恋奶奶送一个巧克力。屏幕党说的是我吗？啊，要了，才不是你呢，不算你，不算老 S。你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算是屏幕党，因为你最近不是很忙吗？可以尝试一下青二的那个 rap， 我唱不来。就安琪的那个版本，我在上海，你可以来嘉兴路看我演出。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谢谢小傻鱼送的圈的奶茶。林凡版的吗？我唱不来。爱情有点甜。对啊，我在上海呀，我平时都在上海呀。但我是成都人，我父母都在成都。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苦甜，我不会唱。你也是成都的吗？我是成都的，我现在马上就要回成都，我等一会儿赶飞机回成都。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那么多成都的吗？真的假的？
谢谢乌莲奶月送一个巧克力。对，争取暑假来看，好呀。却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你温州的啊？我有温州的朋友。你绵阳的吗？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绵阳，他现在也在绵阳读书。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他是平时他读高三嘛，他要参加艺考考表演嘛，然后他偶尔会对，平时会回成都来。杭州的，那杭州离上海蛮近的。你妈是成都的，嗯，挺有缘的，好多成都的。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春熙路啊，啊，那你是什么搞传媒的吗？因为春熙路那边蛮多网红公司的。听着月的唱歌好好听，谢谢。给你们唱一首，看一下啊。为你写诗，为你静止。给你们唱一首这个。哦，我的颈椎病。你是做投资的哦，这样。玉玉明天休息吧，我回成都就可能不怎么直播了，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也不想化妆，就是回家放松的吧。主要是真的好几天没睡觉了，就是每天都两三个小时，我现在头脑都是昏的，你知道吗？就我现在给你们直播，真的，我跟你们说，真的不要熬夜，真的，特别是不要只睡那么一个小时，受不了的。再年轻的人都受不了，今天小叔他们说年轻人真的，我说不行，我也受不了。啊，我现在头脑是胀的，就是昏的。就不管你睡再久都补不起来。对，我喜欢什么颜色，我的应援色是紫色，但是我蛮喜欢白色的。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我是白羊，就是也有很多人说我是金牛吧，紫色好。对，我蛮喜欢紫色，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挺喜欢紫色跟白色。宽窄巷，成都人一般都不去宽窄巷子的，老是抬头看人，哼，不对啊，抬头看人脖子才放松，你低着头才不放松，好不好？你这啥逻辑啊，老 S， 明明抬头才是放松。谢谢小傻鱼送九十九个姻缘棒，谢谢。好巧，你也喜欢紫色，我是那种就是独角兽浅紫色的姻缘棒。对，嗯，对的，是紫色的姻缘棒，我就喜欢这种紫色，好好看。总之，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好高呀！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哦，我一唱我的脑袋都晕了。就喜欢绿色，那你就喜欢我们 Team X 呗。谢谢，还有送一个姻缘棒。仙玉子，对。公司有安排戏吗？现在还没有，暂时没有。零点之前还是之后？应该是4月20号的早上了吧。穿旗袍真的好好看哦，那件白色旗袍好绝，永远的神。为你静止的是，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但是我就是白羊会更像一些吧，就是热烈的白羊，但是嗯，金牛座我也会就是稍微扒一点边，我很奇妙，我这个人。谢谢小傻还送一个巧克力。就是白羊座会更像一些，但是金牛座也会有一点点像，就是会有一点雷相同。拍戏啊，把镜头降低2.0公分，切，你这就不懂了吧，老 S， 人家拍戏个子矮的都是垫那种东西，你知道吗？你这个就不懂了，人家拍戏就是个子矮都是垫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搭戏，比如说搭戏都是垫，就是在底下不是垫鞋垫，是垫一块木板，还是垫一块就是比较高的那种，站在上面拍，他又不拍你全身。对，星座不懂，我也不是太懂。就他们，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能一眼看到你知道你什么星座。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就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对，真的是白羊金牛的交界，垫一个木箱。对，
老 S 你这就不懂了，看到没有？招黑的高级黑，哎，这是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也不好去说别人，对吧？他愿意怎么讲是他的事儿，我也管不了他。但当然我说啥他也别想管我。你只相信感觉，我也觉得吧。他们不会天天翻星座书看吧？就是他们，我身边蛮多朋友都喜欢研究星座，包括我妈，因为我妈水瓶座嘛。然后我跟你说，水瓶座的人心思真的好细腻，就是我爸妈都水瓶座，但你永远猜不透他们在想什么。谢谢勿恋奶约送一个巧克力，来一首星座，这啥歌啊？没听过，我可以给你们唱一首白羊，白羊不灵的，什么白羊不灵的？谢谢李蛮一直娃送十根应援棒，可以给你们唱一首白羊，就真的是说的白羊座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就是很直的一个白羊，就很热烈的白羊。夏天的风，我把这首歌唱完，差不多可能要下播了，因为赶飞机来不及了。白羊又凶又，哼，你这是在暗讽我吗？哦，不对，你这是在明讽我，不是暗讽我。哼，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好的呀，谢谢。我到了成都跟你们说。不是，你这就是在明讽我老 S， 你不要推脱责任。你在骂我老板，可是我也是白羊的。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太阳，却只下落不详，心好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哎，好高啊！不行，嗓子不行了。本来运动会那天嗓子就已经被我吼哑了。你们看零四一头像，老 S 头像是什么？哇哦，哎，这不是那天说这是粉丝 P 的图吗？是你 P 的吗，老 S？ 你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星座，你可以查呀，你生日然后上网查呀。人美心善，谢谢，一起嘛。哎，你怎么就是一天不损我，你不开心是不是？哼，哎，我不是发那啥营销号发说这是说这个粉丝 P 图技术越来越高了吗？这不是 P 的吗？有可能遇见我吗？在成都，我在成都的话，一般都是在上课或者待家里。都不太会出来，就但是我的真的我跟你们不夸张，就我已经半年多没去过春熙路了，你知道吗？就是去年我没有来四八之前，我天天往春熙路跑。哎呦，好好好，双胞胎亲一下，没事儿没事儿，嗯，好的，没事儿。看你头像，你高中还是大学？高一。我05年的呀，高一，你头像，我的妈呀，你们天哪，你3年没去过了，真的假的？你是成都人吗？真真的老真了，我对面谁？什么我对面？我对面没人啊，你别吓我啊，老 S， 好小，还对在团队，现在团队确实算小了。换个角度，那打个光呗。有点油了，因为这个妆戴了好久了，都带妆一天了。这个妆早上5、6点我就化了，然后戴到现在。看到没有，睫毛是我的精髓，我根本没有怎么画眼影，主要就是睫毛，眼线很细。混血呢？啊，有人说过有点像，看到鼻子上面的痘痘，就是这一颗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伴随了我3天，消不下去，其他地方都没有，就是那个地方，你看很光滑，就这儿啊，好烦哦。那你咋？那你昨睡了没？这睡了一个小时。对，我是冷白皮，但是我妈比我更白，我来这边了之后就不是冷白皮，有点像中国混血。你这个多损，侮辱性极强，蛆都把我涂了，最爱挤痘痘的我手痒了，好烦啊，我这个痘痘已经好了，只是说还有点凸起来。谢谢李蛮送10个应援棒，我要下播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好看，谢谢。痘痘就没消过，我是初一的时候会长，然后后面就不怎么长了。886，你赶飞机吧。嗯，晚安晚安，记得要随时关注我的口袋哦，然后拜拜，然后随时关注我，跟我聊天哦，拜拜。尊低优越住了，谢谢，拜拜，拜拜哦，嗯，
然后记得在口袋多发言，给我留言，我都会看的。拜拜，拜，啾咪，呵呵，拜拜。